好，欢迎来到艺术闪亮亮。大家知道今天要画什么吗？我们赶快开始吧。我们今天来画小兔子。首先我们来画它的眼睛，然后我们来画它的鼻子和嘴巴，接下来是它的耳朵，然后我们把它的脸画一下。好，小兔子正趴在桌上。接下来我们涂颜色吧，先来画它的嘴巴，红色 red， 然后我们把它的耳朵画一下，粉红色 pink。 然后我们把腮红的部分画一下 pink， 粉红色。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加一颗心 red， 红色。这样一来，小白兔就画好了。好，今天的动画就到这里啦。大家喜欢今天的画吗？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点赞收藏。